侧播放，这是中国大陆左派媒体环球时报举办的活动，主题很呛，台独港独还能猖狂多久？大声呛虾的是大陆解放军中将、前南京军区副司令王洪光，被视为解放军鹰派人物的他，左批台独，右轰国防部。有些保密的事情我就不说了。台湾的这32次汉光演习，从1986年开始，我用台军的一句话：“尽在我掌控之中”，完全是自娱自乐。两岸如果真的开战，解放军将领放话没得惊，而被问到大陆要花多少时间可以拿下台湾，王洪光这样回答：真正我们几天的拿下台湾是以小时计，我在台湾什么叫以小时计？100个小时以上就不好计了，必须在100个小时以内才好计算。两岸交战，解放军信心满满，不超过100个小时就搞定，连击，否则结果只能是损人又害己。美国要在台湾部署大兵，就是我们解放台湾之路。对镜头大声呛呛，他是中国大陆解放军退役将领王洪光，撂狠话要解放台湾，全61万个小时，61万个小时你都打不下来啊！我们怎么办？我们有一个其他的替代方案。因为萨德如果来到台湾的话呢，马上台湾就会成为这个中共的一个借口啊！你看中共这一次把乐天现在已经损失上千亿了，然后所有的韩星啊什么全部都一网打尽，全部都再见了，可见他多在意。那么台湾事实上呢，并不需要萨德。为什么这样讲呢？因为萨德是高空拦截系统，最主要是对美国有利，对台湾没有太真正实质上的帮助了。不过呢，刚刚那一位这个前南京军区的这个副司令呢，姓王的家伙的，他讲的也没有错。他说攻打台湾不是几天的事情，是几个小时的事情啊。他讲的没有错，因为70年在我算算哎哦，请冷静帮我算，是61万个小时，61万个小时你都打不下来啊，61万个小时，你都打不下来啊。你再继续撑下去吧啊。那为什么这样讲？勿挑衅。我们不挑衅，我们只是回。他没有讲错啊，60几万小时你都还没有拿下来了啊。那事实上，我们台湾啊，这个各位要知道，我们一个人那么大，滚他不害谁的，但是滚他不就可以保护我们台湾。那台湾就是这个滚他不的这个理论了。为什么？我们的防空飞弹，成功级以军舰来讲，成功级飞那个军舰里面呢有40枚的标准一型的飞弹啊，这是美国的飞弹。那么要不要记得舰军舰呢有68型的标准二飞弹，马业舰的那个等于说啊巡洋舰上面呢也有配各式各样的飞弹，还有包括我们有蟹速防空飞弹，特别介绍一下蟹速防空飞弹营，飞弹排的排长叫做黄创夏先生的啊。然后呢，还有舰二中程防空飞弹还不够哦。另外有关于所谓的另外其他的防空飞弹有天宫一型、天宫二型，那么甚至于哦，这个等于说啊，包括爱国者二型、爱国者三型，然后呢，已经在台湾捍卫了40年的英式这个中低空的这个防空飞弹，那它现在呢也经过一个改良，跟雷神公司呢经过改良。陆军的话有车载式的复仇者防空飞弹，然后赤城飞弹，然后呢西北方防空飞弹，还有空军的部分有麻雀飞弹、羚羊飞弹，我们还有这个世界唯二的强网防空飞弹，我还没有介绍完，各位，我们还有什么呢？我们还有现在放在花莲加山基地来对12枚长程的天马计划的天马飞弹，还有短程的天战飞弹，我们有各式各样的飞弹，多到军方可能自己都搞不清楚，总共超过22000枚，单纯的防空飞弹总共有7700枚啊！下面一数，就是说刺猬虽小，狮子很大，狮子想要吞刺猬，猎刺到满头都是伤，所以这个就是台湾的滚他不理论。我虽小，你要拿下我，你要付出你的代价。你数了那么多，总而言之，台湾目前陆海空防空飞弹的密度世界第二，只输以色列。这样大家就有概念了。一数的几公，没想惊啦，不要太妄自。他要拿下我们的话，他们的飞弹，他们的飞弹，他们的飞机，他们的军舰，不晓得也要牺牲付出很大的代价。好，所以瑞德大哥刚刚讲的是飞弹的数量，我们是多的。
密度我们是高的，而且呢，这个应该自我防卫是完全没有问题的。接下来我们要讲，我们这样过去，人家过来，人家过来打中我们，我们怎么办？打了一个我们的10打到我们之后，我们怎么躲？所以说，就有人说，那我们是不是要设置飞弹的拦截系统？人家攻击我们的时候，我们也有能力来抵御。哇，仔细看看，我们好好的搞一搞，也不输萨德，是不是？是，我先大概介绍一下萨德是什么东西。萨德在英文字上面就是所谓的aerial defense 是什么呢？弹道飞弹。嗯，好，这张图呢就是弹道飞弹的示意图。弹道飞弹是很典型的地对地攻击飞弹。为什么要弹道飞弹？因为它距离要远，它的弹头要大，大弹什么？带核生化武器。那听到这个就知道，它不是要威胁我们这边的，它是要威胁美国本土的。以这张示意图来讲，它比较保守，比较不挑衅的是从北韩发射到美国的阿拉斯加，以这样来显示。那这边有几个图蛮有兴趣的，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地方比较深的蓝色的地方，在我们大气层里面叫做对流层，就是我们现在生活的地方。嗯，比较浅的这个地方呢叫做同温层，上面这个地方呢叫做平流层。弹道飞弹穿越了这么高回来，它穿越了三个地方，所以我们从弹道的速度来讲，它通常分三个阶段。第一个阶段叫做爬升阶段，第二个阶段叫平飞阶段，第三个叫做返回阶段。是。那萨德怎么样去拦截这个弹道飞弹呢？首先要先看到飞弹的起飞，所以萨德飞弹有一个很重要的，它的萨德雷达的系统可以看到2000公里，可以看到飞弹的起飞，这样子后面的萨德飞弹才能够在800公里的范围内拦截这飞弹。我们来看一下萨德拦截的高度大概是在40公里到100公里中间，就是所刚刚讲的那个平流层的范围之内。那今天美国为什么那么在乎，中共为什么在乎美国在韩国部署萨德，有一个原因是它的范围，可以看到中共的华北、华东、东北所布，还包括东区所布、东南所部署的弹道飞弹。那我们怎么样去拦截这个弹道飞弹？在美国的系统里面，除了萨德飞弹拦截之外呢，在它这张图上所显示的它这边有用标准3型飞弹、标准6型飞弹从舰上起发射的之外呢，它的萨德飞弹是从地上发射的。是。好，那我们来看看台湾其实您也觉得不用买萨德嘛？不用。又花钱。对。又不是对台湾最有利，对美国比较有利。是。之外，其实台湾本身不需要萨德这个名字，能力也够了。这因为有什么？第一个，我们在热山有一个叫铺爪雷达啊，铺路爪雷达。这铺路爪雷达呢，它的侦测范围是2500公里到3000公里，这范围有多大呢？嗯。好，刚刚我提到说萨德雷达的侦测范围大概2000公里，我们到2500到3000公里到了新疆了。嗯。新疆那边有飞机起降，其实我们这边是很清楚的。嗯。好，这第一个，说我们在。